就想单纯的结束这一切，我真的有点累了。另外四位失败的成员，我们进行第二轮，失败的就要接受惩罚。来吧，醒醒啊，得醒醒，醒醒。导演说蹲下，起来。导演说起来，举起右手。导演说蹲下，举起左手。沙哥已经要疯了，你不是沙溢，永远是慢慢拍。哎，这个没有说慢和快的事儿啊。好，举起左手，导演说起来，举起右手，向左转，向右转，导演说向后转。但你转不对啊，应该从右边转吧。向后转，导演说向后转。你怎么说的？不是，等一下，不是。沙哥一直在就是干扰我，没有，因为我这边我左耳的听力不是很好，听力不是很好。你怎么人欺负人家妹妹呢？那这样我们仨再决出一个好不好？这你这就给人推出去了啊？他错了。你礼貌吗？往这中间站，往中间。文艺，你别想干扰我。往中间站，过来。不要。那我过来。干扰我，他肯定会干扰我。这是他获胜的法宝，你知道吗？你干扰不到，就他自己干扰不到，因为你太容易错了。屏蔽，你别干扰我就行了，你别干扰我。导演说向右一步走，右。导演说向左走，导演说举起右手，导演说向左一步走，向右一步走，导演说蹲下，导演说举起右手。你叫左，咋了？这帮不了，这帮不了了啊！我左右不分，我左右不分，左右不分，我左右不分，是吗？真的，暴露了。导演说后退一步，杜绝信号。导演说前进一步，导演说蹲下，起来。导演说举起右手，导演说向左一步走，导演说向右一步走。导演说蹲下，沙哥在抄别人答案。导演说起来，你有导演说吗？有，我在讲话，我没听到。观众朋友们，最后我干扰到了。我在讲话，我没听到。不是，我真没听到。不允许，我真没听到。不允许我对苍天啊，大地啊，给我一个公平吧。场外在讲话，我真没听到。那我怎么听到了呢？对不对？同样在一个空间当中，同样大家是跟导演一个距离，那我怎么就听到了呢？沙哥，那大家都不服你胜出，那你没有人不服。